果他第一次参与我们，居然是参与一个非常硬邦邦的一个400年前的这个论坛哦，所以我就对这个人非常有兴趣。那没有想到接下来我们一路的课程，他一路跟着我们，也一路在教育我们，在让我们大家更学习哦。那另外一件事情也是让我们非常讶异，达哥居然是3C高手。他们在倡导和平，这个是他们的和平公园里面。这个就是放水灯啊，这个晚上在广岛放水灯啊，这个就是在长崎。这个在长崎和平公园里面，前一个晚上是筹备的阶段，所以相对来讲可能没有像广岛那么的肃穆，可是他用另外一个氛围来，我觉得他用另外一个氛围来缅怀。首先他在那个公园上面非常非常多观光艺术品，各种方式来论述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感受。那我们这次的这个海报其实就是我们在其中非常有感的一个艺术品，就是妈妈抱的小孩的这样子的一个公园树前面来做这件事情。一些报纸啊，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文献，然后给那个来到这边那个参观的人这样。因为我后来就问导游说，他们这些的是哪政府补助吗？或者政府支持这样的活动？他们后来就说他们没有，他们全都自动自发的，就他们没有跟政府拿一毛钱，他们都全部都自动自发来这边参与这个纪念的活动。那个热就是侵害到身体，所以身体会很烫很热，然后也没有水可以喝，所以只能喝那个黑乳。这幅是就是他当时被炸到，然后身体已经非常严重的损伤，不过他还是急着要找他两个小孩子，不过可惜的是他们后来都死掉了，完成了一个他的年代的一个故事。所以我在这段期间呢，也访问了很多老人家，然后呢也有就是呢去拍摄一些老兵他们所有的回忆，待会也会呈现给各位看。可惜我们去的时候，这个石墙呢，它没有办法展示出来，因为它正在维修，那时候也是在活动之间，所以呢，我们没办法就是很完整性的去看它所有的展示的东西，所以只有看到一些少量的东西。